家人，大家早上吉祥！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哦，刚刚、呃、学长很细心哈、哦，啊、呃，在成者的位置上啊，把这个椅子呢横着摆啊、哦，因为之前了解到说承德啊、呃、调理之后啊，不能站。 啊，不能做，啊，它是横着摆，哦，那是医生交代是七天以后就可以做了，哎，啊，在那七天呢，是不能做的。突然呢，陈德就有一个思考，啊，因为呢，印光祖师有强调。 啊，一切事啊，不离因果二字。啊，所以一个礼拜不能做啊，只能罚站，是结果。原因是什么？啊，原因可能前世今生啊，都罚人家站。哦，所以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嘛。哦，那当然。 大家不要一听了哦，那以后不敢给人家发站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还不能从相上看，啊，就是呢，你是情绪化罚人家站。是吧？那这个才会中这个恶果。啊，假如你是真正爱护他，他站了以后，深入反省，啊，甚至站的都开悟了。 哦，那这个就不会说恶报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因果是非常细腻的啊，因果也要看得很透彻啊，不然有时候我们学因果学到啊，自己很害怕，跟人相处也害很害怕，会不会这样？哦，那因果是法药的，这个药你不要。 用错了，吃错了，那他就不能利益自己、啊，也不能利益他人，啊！所以因果的道理啊，一定把要把它了解透彻，所以师长老人家这一个讲座啊，啊，对因果的道理，啊的分析啊，是讲的非常的仔细、全面、透彻。 哎，有没有学长听到？现在，我对因果还是有疑问，有没有？有的话可以现在马上提出来。哦，这个心有疑，随杂记啊、哦，都可以马上探讨。啊，真理是可以探讨的。哦，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呢？ 我们要相信，圣言量。啊，佛是生生世世不忘语，所以他舌头伸出来啊，可以盖住头。啊，所以人的相貌也是修出来的。啊，相貌也是因果。啊，一个人三世不忘语啊，舌头伸出来可以舔到鼻尖。 啊，诸位学长，你们听过这一段开始没有？回去有没有照镜子？哇，一照，哇，怎么差这么远？呃，那这个都是可以反思的地方啊。哦，尤其啊，司马光先生说，修行从哪里下功夫？从不妄语开始。因为每天讲话的几率很高。 所以，连《无量寿经》上也是提到啊，身口意三业啊，他把口业放前面了啊，善护口业，啊，不及他过。哎，所以修学啊，首先要能反观我们自己的严重习气在哪、啊。好了，凡世训也是讲到。 修行啊，要从最难处、最严重的地方下功夫。哦，这个要找到也不容易哦。我们看于静义公找了多久？他四十七岁的时候还没找到哎，所以要找到自己问题，确实不容易哦。 呃，孔老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有一句感叹呢，啊，他老人家说：“以以乎！”啊，“以以乎！”用现在的话就，哎呀，算了吧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啊，所以大家下一次在看《论语》的时候啊，只要看到“以以乎”啊，都马上要很重视这一句话。啊，圣人不会乱叹气的。 是吧？哦，都是表法的。入性德的人呢，一举手一投足，他都是真心在流露了。我们都善于去观察，会学到很多东西。哦，所以孔子讲：“以以乎！啊，吾未见能见其过。” 而内自送则也，大家有印象这句话吗？哎呀，算了吧，我没见过啊，能够见其过就是知过，内自送呢，改过，啊不，悔过而已，还没到什么。 改哟、哦，所以为什么佛门有一句话说：“修行啊，非帝王将相所能为。”那个大将军啊，十万大军，他如入无人之境啊，他勇猛不勇猛？那你叫他不发脾气，或者叫他不吃肉？ 他说：“那你，那你杀了我吧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为什么佛门，啊，传统的建筑，啊，进佛门最主要的那一种建筑物，啊，叫做大雄宝殿，啊，能调伏习气的是大英雄。所以整个修行啊，其实就是。” 知过、悔过、改过，看破是知过，放下是改过。我们同仁呢，啊，安排这一次的课程呢，啊，感觉呢，他们也很用心。 啊，应该也是啊，他们自己修学这么多年，啊，一些体悟啊，哎，觉得安排这些经典啊，师长教诲，啊，对护念者出发心的，不管是红护的人才啊，啊，都是很重要啊，这是承德自己的感受啊。就像《无量寿经》上说的，护佛种性。 常使不绝的佛种性就是菩提心啊！哎，这么多年轻辈的这么发愿，这就是菩提心啊！哎，怎么护持好他们的菩提心？而佛门讲护啊，啊护佛种性，常使不绝。啊，心大悲，明有情，眼持变。 年轻人在这些课程当中，正确之剑扎下去了，算不算受法眼？对呀，啊,啊，度恶去，他这条路上，面对很多境界的诱惑、啊，他有主宰了，他的度恶去啊，开善门。哦，所以事实上，无量寿经也好。 任何一部经典呢，我们当下能不能落实？哦，是可以落实的哦。啊，善于思维的人，那每一句经教都有受用处。每一句经教都能自利、利他、治他是不恶的哦。 有一次在澳洲，刚好一对夫妻呀、啊、去学习，应该有差不多一个礼拜，啊，那他们学完呢，也觉得收获颇多啊，啊，也很恭敬的向师长老人家做汇报，他们的学习心得，结果汇报完，他们总结的一句话，啊，佛法。 不离生活啊！当时候陈德刚好在旁边，觉得哎，他们总结的挺深刻的啊、哦，佛法不离生活啊！老人家听完了，等了差不多两三秒钟啊，接着回了一句话，说佛法就是生活啊，不离。 不离，那还有什么？二哦，就是它就是什么一了哦。所以这个解行相应，那它也变成一了、哦。记得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，这个。 师长老人家讲到呢，啊，要把《无量寿经》变成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、接物，这个对我们修学也是很重要的实见啊！这样我们不会把经、把生活跟经典给打成两截了。 啊、哦，当时候师傅是讲，啊，落实百分之一百啊，上品上身。啊，落实百分之九十啊，上品中身，啊，他一直算下来，啊，落实百分之二十啊，下品下身。啊，现在讲什么道理啊，都要跟往生挂上钩。啊，因为一根往生挂上钩啊。 我们的耳耳朵就沉起来了，啊，下面是重点。好，之前刚开始师长老人家要推这个《弟子规》的时候啊，啊，很多我们学佛的人都觉得那《弟子规》是世间法，不想学。好，当时候要去参与课程的人很少，不不重视。 是后来老人家写了一封信，啊，说希望大家来听这个课，啊，然后在后面呢，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说“四净空顶礼”，哦，这样发下去，大家一看师长老人家这么重视，不敢不去啊，才去参加的，哦，所以听话容不容易？ 不容易呢，老人家说《弟子规》很重要，哎，大家还有自己的想法，啊，等下老人家说他老人家顶礼了，那是不是已经认知《弟子规》重要了？也还不一定哦，只是说这不去不行了，啊、哦，去了啊，深入了解《弟子规》这些教诲，哦，哎，反思到哦，这些根基啊都不够。 才重视起来，所以师长老人家讲的话，他是透过他几十年啊，甚至现在讲的话是六十几年的修行讲出来的。我们不见得能体会的很深，但是谁最有福报，你就先做的人，老实听话的人，有福报。 因为你做着做着呢，就会懂了，就会有体悟了。啊，所以老实人有福报，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啊，有一位新加坡的同修，当时候老人家让他学传统文化，啊，他也是就觉得那个是世间法，啊，我学的是大乘佛法。 无量寿经上说：“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”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印象？好，那重点来了。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“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”，走路都有风。那这句话还、哎，这句话变毒药了。呵呵这句话变增长我们的什么傲慢呢？ 假如说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，说那我得要有第一弟子的样子，啊，起心动念、一言一行，都要给世间人做榜样。哦，那这一句京剧就放光了。啊，所以学一部经典呢，首先我们学习的心态要对，啊，心态要对。 有一天呢，文殊菩萨，昨天是文殊菩萨圣诞，啊，大家这个培训过程呢，有几个重要的日子。首先开学第一天，啊，农历三月二十二号，啊，是妈祖的诞辰，很巧哈、哦。 哎，这个是去年就定的日子了，也从来没有人发现。呵呵刚好李烨老师在上课前一天才知道。对，你看感应不可思议吧？感应的速度快不快？有多快？哦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感应有多快？ 在一个监狱里面呢、啊，刚好呢进来一个女犯，长得很漂亮。结果就有一个监狱里的这个官员呢、啊，就起了歹念，啊，要站，要非礼这个女子。旁边的同事啊制止他，你不可以这样，制止他。 结果，这个有正气的官员呢，当天晚上，他的女儿家进了小偷，两个小偷。结果，其中一个小偷啊，要对他女儿非礼，被另外一个小偷制止。同一天晚上。 感应多快！哎，假如这个官员那一天没有制止他的同事，可能剧情就不是这样演了。所以行善要及时哦。自己的命运，甚至于跟自己的祖先子孙的命运是什么连在一起的呢？ 哦，你看我们读《地藏经》印象就很深刻了。婆罗门女一发愿，你看他的母亲就超度了。光目里亦如是。哦，所以密不可分呢。哦，所以这个感应的速度啊，啊，这个确实是非常快速的。 那我们这么一发心呢、啊？谁知道了？啊、哦，师长老人家的法语里面有一句叫“一念变虚空法界”，大家相不相信？真的吗？大家真的相信了？ 那佛菩萨是无处不在护念我们了吗？因为他们是入法身的嘛，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我们一发愿，他知不知道？他护不护你？护嘛哈、哦？那你还担心什么？哎，担心是烦恼哎。 烦恼相续了，佛菩萨能不能加持上来？就加持不上了呢？哎，所以要相信一切佛菩萨安排啊，自己不操心，啊，就安住在当下，护好我们每一个念头。啊，那很多考验境界啊，一一关一关就跨过去了。 但是，假如生烦恼或者怀疑了，那烦恼做主啊，这个愿还在不在？哦，这个愿就有点，就像那个收讯一样，就有点，快消失掉了。哦，所以人。 的人生呢、啊，只有两种，一种是愿力，一种是业力。假如是业力的话，那真的会有一种感觉，叫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啊，大家还没学佛以前，有没有这个感触啊？ 哦，你们的命一定都挺好的，没有这个感触。哦，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主，啊、哦，半点不由人。这个是业力，啊、哦，人生都是酬业而来的。啊、哦，那你有了愿力了，才能转这个业力。 我那一天还跟大家提到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啊有说啊，以前的人呢，三天没遇到倒霉事就哭啊，哭啊，佛菩萨不加持我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啊，他们有一种警觉性，顺境啊淘汰人，逆境。 磨练人，逆境的时候警觉性高，顺境的时候呢，在享福当中啊，容易失去警觉性，堕落。啊，所以他的警觉性就在于呢，把逆把这个顺境啊，有警觉，说是魔王的诱惑来了，他就不容易在顺境当中堕落下去。 所以修行啊，要很有警觉性才行啊。而这个警觉性高啊，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护佛种性。首先要护谁？护自己。贤护等十六正士。 还贤护排第一位，贤护他首先要护好自己啊，啊，所以自己不能度，而能度人者，无有是处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发了愿，啊，这个发愿，啊，四红誓愿这个次第。 很重要。第一愿是众生无边，誓愿度。啊，我想大家这一个多礼拜的课程，这个有菩提心啊，有猛心都发出来了。啊，以师字为己字，啊，这个字啊立下去了。哎，四弘誓愿，第二呢？ 烦恼无尽，誓愿断，这要调伏习气了啊、哦！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啊，对调伏习气的帮助是非常关键的啊、哦！所以老人家在这一个专题，甚至在他讲经当中啊，都特别强调啊修学因果的啊重要性。 啊，所以护持自己啊，这个警觉性要很高。我们刚刚讲到了孔子这个叹息啊，人很难看到自己的过失啊，进而去反省啊。其实啊，我们课程当中安排的于敬义公。 《与造神记》，大家读诵啊，还有之后是看电影，啊，这个安排是非常重要的，用心的，啊，这个也是真的是护佛种性，长时不绝，啊，大家看于静玉公他的。 资质是很好的，是吧？十十八岁为祥生，是吧？哦，朱生是秀才了嘛？哈，美事必高等，你看他聪明智慧高不高？高哦。可是。 他虽然有这么聪颖的资质啊，但是假如没有真正走入，知过改过的修学方向的话，那不进则退哦，那就开始慢慢慢慢的，他走的是什么学术的学习了，知识的学习了。 偶义大师啊，就有一段话提醒我们：啊，学问越多，啊，我慢越炽，炽盛的炽，火字旁。啊，学问越多啊，我慢越次，次胜的次，火字旁啊学问越多啊我慢越次，习气越长，离道。 越远，他走的路就不对了。哦，所以唯义多闻，增长我见，可具。 啊，我们这么难得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东土难生，这一生可以啊，成就道业，往生做佛。但是，假如不警觉的，这个方向走错了，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啊！所以，回大师有这一句提醒啊，我们之前看。 胡小林老师的分享，他之前学了之后，啊，他也是懂了一些道理，啊，然后有去看家人的问题，啊，所以无形当中遇到家人，家人会感觉有什么压力了嘛，所以他。 一反省，啊，一定是从自己做起，啊，所以他整个家庭就转过来了，所以他也给我们证明，一报随着，真报转，这个都很深刻的哦，哎，他也给我们表演呢，啊，儒家讲的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 呃，胡老师，他这些心法，他是真正领悟的很深刻哦。哎，他的片子看完了，重点在哪？拉回来，佛法就是什么？我的生活，我的工作，我的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这样才有受益处啊。 那胡老师那个课程里面句句都是他的肺腑之言呢、啊。比方说他提到佛法带给我的是什么？是家庭的冲突啊，不应该是这样啊！哎，怎么我学了佛之后反而造成这个情况？哎，他的反思就很。 深刻了，就都从自己开始啊，啊，然后去设身处地去体恤呀。你看，最后他自己啊改过，家里人后来认同他了，都把心里话告诉他了，啊，呃，之前你你回来哦。 这个家里人都很很恐惧嘛，是吧？啊，要把那些肉都藏起来啊，哦，还是反而让家里很很不安嘛。哎，哦，好，这个是胡老师的课程，我们要有这个反思啊，包含这个于敬义公与造神记啊，陈德感受到啊。 他是每一个要走上实修的人必经的过程啊，不只是愚公，每一个人都要走过这样的过程啊。这个也不是陈德自己想的哈这个下联居老居士啊，大家有没有观察出来？他的教诲当中啊。 老法师常在讲经当中提到：“哎，下莲居老居是讲什么？提到频率最高的就是提‘提下老’两两个字，真干有没有？对呀、啊，哦，所以你会观察，哎，你可以观察出来，我们这些祖师大的他们的行仪，看出他们的本机。” 比方说，再考大家一个问题，啊，李炳南老师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？知道的人别讲，让人家不知道的思考一下，要会配合。哎，哎，在哪里看出来？未改心常乐。 全莲暗路人，但能光照远，不喜自焚身。诗言志嘛，诗里面不是把他的一种心智表达出来了嘛？这一首诗不就是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；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的精神吗？ 所以夏老最强调的是这两个字“真干”嗯。这本书是静语，它的后面呢有附录啊。夏莲居老居士自己在修行过程中的心得，你看这是他的真机哦。所以这把它整理起来呢。 附录在后面叫“六信四愿，三信一行哉，自警录”。啊，自己呀、啊，警觉、警惕自己，自警录，自知诸己。几乎我们所有修学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境界，里面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跟护念。当然，我们要常看、常读。 会很受用这个都是过来人的话，都不容易听到的。要我们很珍惜它，好，啊，所以，我们刚刚讲到修学的态度很重要，态度决定成功，态度决定成就。不是成就以后再来改变态度，不可能。 态度是正确是因，修学成就，是果。哎，我们看，我们这个班上啊，有我们杨正公的后代，啊，还还，他杨正公再下来，宋朝的杨时。 学长里面，啊、呃，我们凤文学长啊、哦，这博、个、涵学长，哦，还有孟磊学长，还有，都是杨氏的后代。啊、哦，插个话啊、哦，我之前听师傅常常讲说，我们做这个事业啊。 都是佛菩萨加持，祖宗安排。这个大家听过没有？祖宗安排，你相信吗？哦，我当时我就觉得有道理，但是体会不深刻。后来这个办了汉学院呢、啊，突然有一天觉得，哎呀，师傅这些话都是真实不虚的，真的是祖宗安排。 大家看百家姓：赵钱孙李周吴郑王。再来呢？王陈楚卫啊，蒋沈韩杨啊，蒋沈韩杨。啊，有念念到你姓氏的，请举手。 哎，你看不少吧，快一半了吧？请放下。哎，全中国有两万多个姓呢、哎。对呀、啊，那为什么才练了十二个，就这么多人举手？再来，百家姓是哪个朝代？宋朝哎？请问？ 他们比较说最佩服是哪个朝代？宋朝啊，他最佩服宋朝啊，哇，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文化鼎盛啊。他说：“假如有来世，我必在中国。”所以大家注意找那个三四十岁的，长得有点像外。 英国人，他一转世还有前世的习气吧，哈，哦，那可能就把唐皮给找到了，好好培养。你看，他是一代汉学家，结果我们的汉学院办在哪？英国。好，师傅到英国去那一趟去参观，还到了上医院。 谁安排的？赵氏工会安排的。赵钱孙李呀，赵氏工会安排的。谁带这个威尔斯校长去见师傅的？赵教授带的。三一圣大学的赵教授带的。你看有这么巧吗？你看我们汉学院一开始。 总务整个工作，钱先生负责的。对呀，啊，你看李叶老师也是打头阵的，啊，还没有到汉学院以前，先到实修班，赵钱孙李，啊，我们第一任院长周院长，啊，第二任院长。 圣庙法师，俗家姓吴。我们大饭店最大的护法吴，这个汉学院最大的护法吴董事长，你看周吴，啊，我们基金会负责人王会长都来了，啊，哎，结果干部里面还有姓陈跟姓蔡的。 我说：“对我们两个来凑什么热闹？”啊，因为这个《了凡四训》说：“远师扬祖宗之德，近师盖父母之谦。啊，所以父母的过失、祖宗的过失，我们要去弥补。因为两千五百多年前，孔子在陈蔡绝粮，告诉大家。 现在汉学院主要负责煮饭的也姓蔡，你看陈蔡绝两现在煮饭吃、啊，有意思吧？哦，所以很多师傅讲的话，是经过很多事你去领悟啊。我们因为太容易可以听到师傅的教诲了，有时候会把他老人家的话。 听清了、啊，都要用心啊，去领悟啊。那不只是师父啊，这些祖师大德啊。其实我们念《劝发菩提经文》，真正念到跟行安大师交感了、啊，你就体会到祖师那种同体之大悲啊，是吧？那个话就把他的心肝都什么挖出来了。 只为了什么？成就你啊！哦，所以实在讲啊，这个学习的态度啊，是要用心去领悟啊！啊，为我释迦如来最初发心，为我等故啊！释迦如来无量劫修行，备受诸苦，为了谁啊？为了我啊！ 那除了释迦如来还有谁呀、啊？一佛出世，千佛永代呀、啊。那释迦如来传到我们这三千年，每一位祖师啊。所以，为什么《华严经》讲无量因缘？人真正懂因缘呢、啊，他就习缘了、啊。 他就不愿意糟蹋了。你看李炳老在台湾弘法不容易啊，都被人家排斥，还叫四宝是吧？大家听那个都要去感悟啊，啊，法传到师父不容易啊，师父又和盘托出传给我们，大难大难呐、啊！ 这里面假如有哪一件事情，哦，出了什么情况了，后面这些缘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发展了。哦，所以释迦佛如是，师长老人家如是，你看，包含我们这些同学们，啊，他们的上司。 他们的老师极力支持他们来学汉学，啊，到英国汉学院学习。这个也是给我们表法：若要正法佛法心，我有什么身战身呢？啊，而且大乘佛法的基础是儒道啊。 啊，我们修学的人呢，对于“物本”两个字要高度重视。孔子开篇就讲了：“君子务本。”你看，孔子第一句话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这已经点出来，修学最重要的要什么？ 解行相应，学解呀、啊，习习行啊，而且实呢，时时落实啊，不能间断了。啊，越乎有法喜啊，那要给我们点出一个学习的方向啊。假如我们越学烦恼越多，那这方向不对了，要赶紧调整。 第二句就告诉我们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”呢啊，成语里面又提醒我们，所以大家要珍惜中华民族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呀、啊，太珍贵了、啊。字里面有智慧，词、成语里面都有智慧啊。 就不要说一句，就不要说一本经了，光是一个字，啊，比方说，树道，是吧？如其心呢、啊？哎，所以我们这个如心的名字取得好啊，啊，时时提醒大家最重要的一个处事态度啊。哎，人家子贡啊，功德也很大呢。 会发问的人修很大的功德，有没有？你看阿难一问，汝今思问，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哦，不失累劫，这么大功德，因为他把《无量寿经》问出来了。那人家子贡问孔子啊，有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？ 行之者乎啊？那就是你时时不忘这一句教诲，这一个处事的态度啊。哎，孔子说：“其束乎？”啊，哦，就是这个恕道啊，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 哎，我刚刚怎么讲到这里来？哦，讲讲讲物本对。这个最近呢，记忆力有点衰退了，啊，所以对于无量寿经说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呢？感悟就不一样。看到你们年轻，挺羡慕的，啊，要加把劲啊！不要说我我还年轻。 不行，大家去翻翻祖师啊，开悟都二十几岁就开悟了。六祖大师二十四岁就开悟了，包含偶义大师啊，这莲池大师都是很早就开悟了。嗯，所以勇猛精进啊很重要。好，在刚刚讲到呢，要悟本这个态态度，所以我们一字一句。 都是祖先留下来的智慧。你看成语里面说：“不要舍本逐末，不要本末倒置。”这成语有没有智慧？有啊。人生为什么有一些阅历之后啊？ 你反而会更珍惜自己的文化，觉得不容易啊！因为陈者曾经在印尼跟华人分享传统文化，可是他们已经听不懂华文了，得要有翻译的。结果我刚好跟他讲到一个成语啊，叫做呢“负荆请罪”。 啊，一句话大家听懂了没有？哎呀，负荆请罪，马上那个影像，廉颇背着那个荆棘是吧，去跟蔺相如请罪，你就扶起来了。结果我一直这一句成语讲完，这个翻译的人翻了老半天还没翻完，因为他说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战国的时代，有这个赵国有个。 有个廉颇，有个蔺相如啊，这个蔺相如还璧归赵。<laughs> 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个祖先他们留下来，他们表演出来的那些圣贤风范，都变成成语哎，都给我都在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啊！好好，都是用心良苦。 啊，所以我们的祖先是最慈悲的，最念念想着后代子孙，所以他才能创出汉字跟文言文，才留下了《四库全书》这样的经典。全世界也除此一家而已啊，是不是偶然的？不是。所以知道祖先用心了，我们跟祖先。 这个时空就打破了，所以风言展书读，古道就造颜色了。哦，所以刚刚不是讲到杨氏的后代？你看杨时立学，你看这是不是成语？那就让我们可以提醒到修学。 最重要的心态是什么？恭敬啊！啊，所以师长老人家在传统文化如何学习当中提到修学的态度，提了十二个字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来感悟啊，老实。 听话，真干。啊，真诚、恭敬、亲近。啊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而且这个杨史啊，他已经考上进士了、哦。 可是他不去就任，他要继续呀深入学问。这个是不被明文利养染着。所以这个是恭敬心当中啊，事实上也有对百姓的慈悯心在里面，因为他有真实的学问，他才能造福于人民。 啊，所以这个格言联璧里面，啊，不是这个《青年十二首》则里面就提到，学问为济世之本，你要有真学问才能济世，但是真学问那是解行相应的学问了。所以徐醒明老师强调的是，是用我们的明德去清明。 那等于是用我们格物致知、诚意真心的功夫去供养给大众啊，所以是制度了，然后把这个心得怎么样去供养给有缘的人，去利益人民啊。所以大家看师长老人家讲经有没有娓娓道来，都是他修学的心得。 都是他自己真正做出来的啊，这些成果供养给大家，所以我们遇到师长老人家呢，也是很幸运啊，很幸运啊，因为我们跟老人家处于同一个时代，面对同样的人事物。 他老人家是怎么把经典给表演出来的？啊，有时候我们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啊，会觉得比较深。哎，可是你把这些京剧啊，跟师长老人家一生自行化他联想，哎，要体会这些句子啊，就不是那么难，是吧？这个理呀，哎，跟事结合起来，体会就快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悟？哎，啊，你比方说《中庸》讲的“大德者，必得其位；必得其禄；必得其名；必得其寿。”哇，那你想老老人家？ 啊，不是很清楚了吗？所以改造命运，现在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自己的善知识啊，就是我们的师父上人，是吧？哎，延寿多久了？已经翻倍了，而且是什么现世报哦？我们刚刚学的有现世报啊。 哦，有有有现报，有申申报，有后报，还有个不定报。老人家表演的是现现世就呈现出来，本来是短命又没有福报，啊，现在三种布施修得好，哎，财布施，所以他财富自在。 需要多少钱？起个念头就来了。大家听到这里，心里不能说那是老法师啊，而起这个念头那麻烦了。大家要知道，真理可以在每个人身上证明才叫真理。哎，而且佛菩萨示现，他不会。 跟你讲了一段道理，讲完之后说：“嘿嘿，对不起，你做不到，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？这个不是我编的哦，这个是老瓦斯·陈德当初刚学佛的时候就听到这一段，啊，不过嘿嘿是我加的啦，<laughs> 这个要厘清一下哦，这个，<laughs> 哎 是为了增加一点戏剧张力啊！哦,哦，不过这个理道理没有乱乱改哦。这个，哎，这个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吧。哦，原来佛菩萨表演，他是什么随众生心应所自量的，他哪有一个念头说“我来想想怎么表演”，那他已经起心动念，他是凡夫了嘛。 他他所呈现的一定是跟这个时代什么应期的嘛？他怎么去表演一个现代人都做不到的？不可能！哎，哦，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，信为道言功德母，谁真干了，谁就可以印证这些书圣的果报啊！财布施得财富。 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！是长老人家一生说法，辩才无碍，谁问谁答，啊，无微不施，得健康长寿。好，那你看于静义公也是非常好的榜样，他的感应啊。 比了凡先生还殊胜哦，还要快哦，是吧？他三年以后，整个命运就开始转变了。而《于静义公遇造神记》啊，就是夏莲老这一段话最好的注解啊。夏老哪一句话呢？夏老说到啊。 学者需先打破自欺一关，时有商量处。啊，必须先打破自欺一关，商量处就是才能谈得上修行。所以自欺一关不破，那代表还没有入修行的门。啊，虽然于静义公。 他已经读圣贤书一辈子，活到四十七岁了。门入了没有？还没入啊。所以子路他是登堂了。那子路他的人格特质有一点很可爱呀、啊。他闻过怎么样？闻过喜呀、啊。他高兴别人提出他的问题啊。 那所以他能成贤，所以能成圣贤，都不是偶然的，啊，都是他的一些求学的态度非常可贵，他才能成。哦，就像刚刚讲到的杨时先生，他不去当官，他觉得我要先把学问成就起来。 学问为济世之本，你没有真实学问，那变成把老百姓当实验品了。啊、哦，这个《论语》里面也有讲到啊，啊，子路推荐他的同学子高要去当官呢、啊，孔子骂他：你你要害人家的孩子啊！啊、哦，那孔子就说：他边做边学就好了吗？ 啊，有名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？就讲了这一段话。那孔子说，就最讨厌这个口才那么、怎么会变的人呢？哎，所以我们听经听了几年了，口才好不好？很好哦，哦，所以这个假如没有把志气一关打破啊。 那我们也很容易骗自己哦，所以修学路上有一个坎很厉害的，就是被自己给卖了。这个就是自欺了，就自己把自己给卖掉了，把自己的法身慧命给毁掉了。比方说。 我们在境界当中，啊，觉得有点，哎呀，干得很烦，干不下去了，然后就讲了一句话，哎呀，随缘呢，随缘呢，哦，哎，随缘、啊、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现在要找借口，全部都是《华严经》上有说，《无量寿经》上有说。 那就变成合法去掩盖非非法，就就麻烦了。那我们只要一引经据典呢，啊，甚至于还说师傅上人说，人家对方就嗯，好，好，人家就不，人家就不讲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要打破自欺呀、啊。 这个是修学第一个重要的关卡，所以这一篇《于经义功》啊，我们念着念着要入进去了，那整个经文呢，就是护念我们怎么打破自己一关的方法。啊，你看，造神点出他的问题，啊，义恶。 太重，所以得从念头对自己了，啊，专务虚名，所以你看明文力养不容易啊，这明文力养也是无始劫的吸气了。我们刚刚举的杨时的例子，啊，佛门莲池大师。 当时候，一群出家人啊，去参善知识片容禅师啊，那也是爬很高的山呢，上去寻访啊，去请教片容禅师。走了那么远的路啊，不知道走了多少天呢？啊，结果片容禅师出来接待他们，强调了一个重点啊，叫做“明文立阳啊，沾都不能沾。” 这一段大家听老法师讲经有听过吧？应该有一些人有印象。结果所有的人呢、啊，听完，啊，偏龙禅师一离开，所有的人都说：“哎呀，老生常谈。”就觉得没什么。哎，只有莲池大师啊，特别震动，但他没有说出来。 只有他一个人受益了。后来他老人家有成就了，他说：“我能有这样的成就啊，得力于几十年前片龙禅师这一句提醒。”所以祖师就给我们很好的证明，就是一分沉静得一分离，十分沉静得一十分离，哪怕是一句话。 他可能的终身呢，就受用了。哦，那像杨时，他这个铭文力啊，他放下，啊，然后呢，去跟陈浩学习，啊，结果有一次啊，陈浩送杨时的时候，还讲了一句话，说“无道难矣”啊。 就是我的道啊，已经传下往南方传了，那代表杨时那时候的学问好不好？已经很好了、哦，哎，已经算是被认证的人了。你看，他还非常谦卑啊。这个陈浩去世之后呢，他又跟。 沉乙学习，啊，所以这个阳时立学是跟沉乙的时候发生的，啊，刚好这个沉乙啊，就是闭起眼睛休息，可能睡着了，啊，然后这个阳时跟游坐两个人就立在旁边，等了很久，啊，不敢打扰这个老师，啊，最后这个血都积的。 一尺了，然后老师醒过来，啊，窗外雪已经那么高，这代表他对老师非常恭敬，哎，好，所以你看，儒家有成就，佛家有成就的，都是恭敬。那师长老人家也给我们表演了，他对三个老师。 他也是老实听话、真干，而这个老实听话、真干呢、啊，下林居老居士啊，在他后面，他心得里面呢、啊，有很多都是注解，老实听话、真干，所以确实是佛佛道统。啊，英雄所见呢、啊，略同。 啊！但是我们往往呢，借由这些祖师大德的心得，我们体会的啊，会更全面、更深刻。所以这一两节课呢，可能会引这个夏老一些话来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刚刚讲到这个愚公专务虚名。 王阳明先生呢、啊，有讲到这个“明文利呀、啊，这个注解，道呢，他说：“人家称赞你，心里就挺高兴的；啊，人家批评，心里就闷闷的。哎”这个就是名利性就是他分析的很很细。 其实，他这个分析啊，就注解了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的啊，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夏老讲到的、啊、学者啊，须先打破自欺一关，时有商量处。 那愚公他要打破自欺啊，也是不容易啊！你看，我们读到他的这个经文里面，他也是说到啊。 他于次日元旦啊，拜倒天地，四改前非，实行善事，自别其号曰“敬意道人”。啊，就透过这个别号来提醒自己，要从义恶来对治。啊，是自是除诸妄也。啊，你看，出行之日，杂念纷呈。 非以则堕，忽忽十日，依旧浮沉，所以也不是说马上就整个转过来。哎，接着他说，在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，净发誓愿，啊，愿善念永存，善力精进，倘有丝毫自宽，永堕地狱。 所以他这个有丝毫自宽，这个话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宽、自恕、自欺在里面。啊，要真干！啊，请问大家，我们每一个人要不要发这样的誓愿？要不要下这样的决心？ 假如没有下这样的决心，自欺这关过不过得去，不见得能过得去。啊，所以我们看电影，我们读经，尤其这个故事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当机者，我们就是那个主角，就是那个主人翁。啊，我们用这样的心境啊，去读去体会。 所以，真的没有下这样的决心，要调伏我们无始劫的习气，确实是不容易。好，当然，大家不一定要磕头磕到流血了，啊，那个精神就是要下到那个决心。啊，所以夏莲居老居士也是讲，学道之人须发大勇猛心。 然后，立决定志，就是我这一生一定要成就，我不要再轮回了。啊，接着他想呢，不顾生死，就是死都不怕，就怕念头不对，不计成败，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念头不对了，没关系，赶快把正念提起来就好了，不要在那里想，哎呀，我又错了，哎，我怎么又这样了？ 你这个念头又会相续很多的妄念，反正错了就错了，赶紧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不上。不然我们一念头错了，又会把一个很严重的习气拉拉出来，就是消极、就是，就是沮丧，就是没信心，就一下又掉下去了。哦，所以您看这个黄夏老这一句注解又提醒我。们。 不要再去想怎么又这样了，怎么又失败了？不计成败，不顾生死，去下功夫。啊，接着说，须卓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，功夫时有着手处。卓然其实意思就是看得很清楚，能见得自己满身的过失。 功夫时有着手的地方，啊，所以老人家有一句法语说的：“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。”所以看到自己问题呀、啊，很可贵的，啊，不然没有看到，我们这一天可能又空过了，就变因循了，没有发现。发现自己过失叫开悟，改正自己过失叫真修行。 所以我们看自己问题要看得很清楚。那孔子说要看到自己问题，并不容易。事实上呢，我们最严重的习气呀、啊，并不难发现。可是为什么孔子又说不容易看到？ 其实最严重的习气应该最常出现，是吧？强者先迁嘛，那强者那一定是最常出现的，他力量强嘛，所以要发现并不难，难在啊，我们一个学习的态度没有建立起来，所以这个学。 学习观念、心态很重要，也是师长老人家提醒我们的。佛法叫内学，啊，为什么其他其他的我们称外道？不是贬低的意思，就是内学，它就是随时怎么样向内，向内它就会受益，向外就着相了。 向外就见人家过了，哦，所以孔子说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行之。”所以一看到善，哎，回到自己身上，我要效法；看到不善呢，哎，回到自己身上，我要改正。他马上就关照自己，就见过，所以善恶。 都是老师，都是善知识，啊，那他有这个观念态度了，他就会往内啊。所以，我们不往内了，要查自己的过就不容易。啊，比方说《达摩祖师传》，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有哪些镜头。 啊、哦，比方说，陈德印象很深的，其中有一个镜头，啊，因为也是自己常犯的，啊、他们是四个人进去坐禅，是吧？然后其中有一个人，啊，他打瞌睡醒过来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他接着怎么样？他接着。 看到别人打瞌睡，他在那里，你看他们打瞌睡，其实他自己怎么醒过来的 <laughs>？你看他，他第一个他打瞌睡，他他假如马上反省，哎，我怎么打瞌睡了？哦，他痛定思痛，他可能最后就先修成阿拉律了，是吧？修成这个宰宰我了，是吧？ 嗯，但他没有啊，他才醒过来，马上看别人了，好、哦，然后你看他第一个油灯灭了，啊、哦，第第二个人说，你为什么说话？那不也是看别人吗？第三个人说，我们不能说话。第四个，嘿,嘿，只有我没说话。<laughs> 所以这个，我们这个再回想起来，你看这一段话，夏联老接着下了一个注解，说：持两关不破，第一关是自欺呀，第二关是不能见自己过，持两关不破，任你谈玄说妙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什么世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你都可以。 讲的很圆融啊，终是门外打之绕，就是连门都没进来。所以为什么说善知识重要？因为修学过程的境界太多了，没有善知识过来人指导，我们有时候陷到一个陷阱里面去，自己啊不清楚，关照不到。 那我们又讲到刚刚讲的，那要查过，应该严重的过失最常出现，啊，这个才逻辑上讲得通。所以《中庸》里面说：“发科发科，其则不远。”啊，所以说道不远人，对呀、啊。 所以道在哪？道就在我们眼前这一念呢。啊，一念正就在道中了，一念邪一念妄就不在道中了。所以为什么偶益大师说善观己心，就是这一个念头。 啊，像达摩祖师里面啊，有有很多这些镜头啊，你比方说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啊，这个达摩祖师遇到有一个人在那坐禅，是吧？啊，然后他对着那个坐禅的人说。 这里是哪里？哦，然后这个人回答说：“跟你讲，你也等于不知道，是吧？你看，三三王子回什么？你才不知道呢，这是我的国土。哦，然后说我，哎，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。谁不认识我？我是三王子。你看这些念头有没有凸显出来了？” 他最严重的习气在哪兒？傲慢。他为什么会傲慢？你看他这一生的位置，哎、欸，那我们这一生没有当王子啊。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一生会不会当官？会不会有权？会有？那会不会随着这个位置会增长这些习气？ 啊，你看这样一回回来，我们就受益了。啊，你看他严重的习气有没有在作用？他随时在作用啊，只是我们没有反观而已啊。哦，就像刚刚那个打瞌睡的，他那个看别人的也是常常在线呢、啊，只是他自己没有回过来反思啊。你看，包含梁武帝。 遇到达摩祖师这个缘容不容易？多难呐、啊！遇到开悟的人呢，这多大福报、哎！他有没有受益？哇，没有了，因为他没有反观呢、啊。因为达摩祖师也点他了，并无功德啊，就点他他的心偏掉了。啊，假如这么一点，他马上。 反观呢、啊，那他就受益了。啊，你比方说，他说：“啊，我在这里跟祖师神交，不是一样的吗？”你看，讲起来很洒脱哦。哎，那旁边那个宝志公也只能，嗯，是吧？其实。 他跟达摩祖师有没有缘？有啊，那一席话再好好去反思，他可能就悟了、啊。为什么？点出他最严重的了。可是他还是，那我这样不就是一样的吗？你看道理也讲的很漂亮。啊。哎呀，所以那个缘是他珍惜，他才是。 有缘吗？他不珍惜了，那纵使那么近，那还是没有缘吗？哎，好。那师长老人家呢？也强调我们要看得懂善知识。啊，除了师长老人家这些祖师大德是我们的善知识啊。其实我们最讨厌的那个人。 我们见到他呢，情绪就会起伏的人，那个是我们的大善之事。就是你觉得，嗨，真是冤家路窄，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大善之事，有没有道理？哦，所以我们不知好歹啊。为什么？他提醒我们最严重、最放不下的。 我们现在身体还很好啊，他出现了，我们念头都转不过来。好，那现在身体这么好都转不过来，临终能转吗？哎，啊，所以今天回去呢，啊，要把你看到之后最不舒服那个人的大名写好，啊，供在你的书桌前，啊，每天给他。 <laughs> 给他回一下，感谢他提醒我们最严重的习习气。那我们这一天就不空过了，就可以在这个最严重的当中去对峙啊。其实我们对最严重的习气，假如不对峙的话，我们其实对无常也不是很有警觉性。 哎呀，好，我慢慢来，慢慢再、再、再调伏吧。哎，怎么知道我们明天还在？啊，所以这个印光祖师啊，在对治习气当中有一个法，他说把死字贴在额头上。啊，这个念头控制不住来，想到这个死字，我待一秒钟就下一秒我就要死了，那这个我还计较这个干什么？ 这个念头不放下，这个念头又要带我去轮回了。啊，他随时想无常，随时想，很可能下一秒就死了，这个习气就比较容易啊放得下。好，好，哦，这个是夏老啊这一段话呢，跟大家做一个。 交流，好，那还有就是，刚刚跟大家讲到这个，都有佛菩萨加持啊，祖宗在安排啊。因为刚刚念的这个百家姓十二个姓啊，可能有人说，那怎么没有我啊？心里挺难受的，不会吧？难受也是烦恼啊，<laughs> 要警关照到。 大家放心，你们这个我去调查过了，啊，现在呢分两大军团啊，一个叫汉家军，一个叫唐家军，啊，因为要重回汉唐嘛，啊，所以汉朝、唐朝、宋朝很多开国的这些元勋呢、啊，你们去查一查，应该都是你们的祖上。 所以他们现在调兵遣将啊，都把派大家来共襄盛举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啊，谢谢大家。